为什么不喜欢数学？因为数学是小孩玩的，太幼稚了。数学太幼稚了。我给你出道题啊，20+2=多少？20+2=22。4+20=多少？4+20。不许用手。20+1+2+3+4+5+6+7+8+9+10=24+24+20。